你们两个都知道，我要从这个机关门口进来，一定要经过宫南燕的房间。就在她的房间里面，我看见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对不对？我早就说过，有人要杀我。你胡说！住手！我倒想听听，在他房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有两个人想称霸武林，不单只用天衣神水害死了几个帮的首领，而且还在你的仙泉里面也下了天衣神水，因为他们要把神水宫也毁掉。公主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胡说？哎，那你可以先喝一口仙泉水啊。宫南燕，你另外一个是谁？是我。一峰。什么？一峰是他？天风大师说一峰是个女孩子？哼，他是个阴阳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我们的计划顺利，一定要先杀死楚留香，他实在太多管闲事了。哼，现在杀他还来得及。嘿，你要杀人之前，先要清清楚楚地回答我几句话。你什么时候搭上一峰的？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而赶走他？那你又知不知道他为了爱我才离开你的？因为你不肯帮我报杀父之仇，而他却肯为我偷天衣神水。宫南燕，我待你不薄，可惜我是一个女人，我需要真正男人的爱。阴姬没那么容易吧？可是要分开我们也很难。一峰，你不是说过要完成你父亲的愿望，要统治中原武林，怎么你不要了？谁说我不要？死了怎么样？无花，你干嘛？你刚才没听到阴姬公主说吗？我的愿望就是要以一个东瀛武士的身份称霸中原武林，而且我还要不择手段地达到这个目的。什么？现在你也看见，宫南燕对我已经没有用，反过来我却需要阴姬公主的帮忙。但是你说过你永远不再爱她，你只爱我。爱情有时候是真的，有时候却是一种骗人的手段。千万不要埋怨谁骗了谁，只不过目的要求各有不同。你这畜生！
留下。你真爱管别人的闲事，你根本不算是人。公主，公主，帮我杀了他，帮我杀了他。刚才不是跟你说过，爱情本来就是一种骗人的手段。其实你早就该想到，我要称霸武林，首先就要除掉你。楚香帅，谢谢你刚才帮我演了一段戏。如果我不是假意的败在你手下，那我就很难有机会在他背后下手。无话，无话，你可算侮辱尽了佛门的子弟。他哪配做少林子弟，他是害死了真正的无话，才假扮无话到少林寺去学武艺。要达到目的，我会不择手段。喊江湖上有人传说武功最高的是一僧一俗，今天以后总该有个结果了吧。是我今天要杀的最后一个。你这手不痛吗？与你无关。听说无花大师的回魂剑很厉害，今天总算亲眼看见。今天我终于看见一个像你这样不要命的人。少废话。就把剑扔下。黑珍珠啊，黑珍珠，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别动。待我把他们俩杀了，才慢慢的谢你这救命之恩。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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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